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款游戏《Vampire Frontier》游戏。第四场王朝之间，现在我们要四只草叶者前往皇家套房，走吧。皇家套房，死神创业者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，获得奖励冒险者披风，这边呢冒险者配件，新手装备，这是有什么了？战场的等级就升了，饰品解锁，获得232的一个人物，新钥匙打到一件饰品，技能等级160级，升了级打到的饰品没有了，行，继续啊，查看一下重新完成的大队。竞技场，竞技场是哪里？测试一下装备去。这要干什么？这不硌得慌吗？都是狗吧。看试试呀，这出来一排，继续冲击，结束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不到了放大招，三连击加上。禁止治疗，这些群攻上了。召唤流星雨，哪里是？干掉一个，换了重击，结束。升级了吗？
会发育的发型。刚刚什么时候？行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诸位同学的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谢谢广大。讲义，小逆，拍摄，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。收藏，投币。